闷热，好厉害！所有头发都，认真拍摄，年历天气热也要完成。王心凌自从官宣要开演唱会之后，事业全面启动，不止拍2025年历，力求365天都陪伴歌迷，还要推专辑。但这次很特别，是感应式的。 从韩国定做原装进口，因为之前集精选其实已经绝版了，这次呢就复刻推出智能专辑，只要插手机就能马上听，非常特别。王心凌用心帮粉丝们准备礼物。 预购呢，开跑之前就让大批的歌迷是摩拳擦掌，而且这次10月他要再度唱回小巨蛋，部分的演唱会歌单其实有歌迷发现新增了好几首他嫌少公开演唱的歌，也都让领宝们非常期待。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